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喂，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看 Dark Souls 2原罪之人版，亦都是我的重制版。咁上一集呢，我哋打完呢、这个最后的巨人呢，就其实佢会俾一条冰之钥匙我哋嘅。咁呢，有咗呢条冰之钥匙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开埋一个巨人陨落之心剩低一啲开唔到嘅门，例如就是这一队啦。咁呢一队里面呢，有一隻结晶石嘅，我哋怼爆佢先。啊，好似有四形石碎片定系乜鬼嘢？咁啊，Dark Souls 2嗰啲结晶石系比较难打，你通常要揾啲 move 先系可以向下拗或者向前吉咧，你先至会打得中佢。咁我自己建议就是如果你有弓啊、有弩炮啊嗰啲咧，就可以用箭嗰啲去打咧，就会易好多。如果唔系咧，成日都会打唔中咧，就会变相 miss 咗嗰个结晶石 item 嘅。喂，中咗笔啊？头先攞唔到嘅。OK， 唔紧要。好啦，咁啊，依度咧，有只阴湿鬼嘅，打埋佢先。OK， 咁然后依度咧，其实咧攞埋依度啲 item 就走得噶啦。嗱嗱嗱，唔走噶啦，因为咧，我都想尽快去攻略下一个地方。咁冰之钥匙依条锁匙最主要咧开依对门之外咧，下面都仲有一对门开，我会去 show 俾大家，但我就应该唔会入去拎俾大家，因为今集时间有啲紧绝，我就要去两个地方嘅。第一个地方就系海德巨火塔，第二个地方就系麦港啊，麦港系啦。咁啊，依两个地方咧，要连续打两只 boss， 咁所以就时间紧迫。咁呢度咧，又系攞冰之嘅时咧，可以开埋呢对门咧，行埋巨人陨落之心一啲未行嘅地方。但系嗰个地方咧，啲 item 就唔系话好啱我用，所以我就唔特别过去啦。有兴趣嘅就自己过去睇。咁啊，最主要嗰度有套猎人套装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过去拎埋嗰套猎人套装。咁啊，时间关系，我就唔攻略嗰度啦。嗰度都冇乜故事好讲嘅啫。咁啊，而家我哋出发咧去海德巨火塔，我哋花翻余物咧去见一见啲 NPC 先。好啦，翻嚟余物咧，我哋第一样嘢就去见一见卖武器嘅武器佬先啦。咁啊，武器佬咧其实喺左边依间，我一路都冇 show 俾大家睇啊。就喺呢度，咁但系唔好唔记得咧，其实我哋可以上去拎咗佢嘅 item 先，好似有个四形石碎片。咁啊，因为我哋初期都几需要四形石碎片，所以咧，你见我一开始系游走啲地方咧，点解中北嘅攞唔到嘢啊？系啦，你攞两次先攞到嘅。咁啊，所以我想收集多啲四形石碎片先，尽量强化翻我把匕首，因为匕首其实初期你冇强化就比较弱。欢迎你到马夫木兰嘅店，你咪想要啲防具？你见佢一开始怕怕丑丑，我哋玩嘅游戏后期咧，佢就完全成个性格会变咗。我求你做啲好事啦，咁同佢讲下嘢先。你见佢而家怕怕丑丑咧，其实佢都系有啲失忆嘅现象。I came from the west, from 我从西边沃尔肯过嚟啊。你寻日曾经去过嗰度啊？嗰度竞争好激烈嘅，吓唔需要天赋，仲要有门路先可以买到武器。That, 无论如何咧，冇钱嘅话咧，乜嘢都讲唔上。所以我而家就旅行，想捞一笔。Years, 但系已经过咗咁多年，都冇咩起色，一路都系喺度打下牛工咁啦。唔知唔经唔觉就嚟到呢度。但系点解我会嚟到呢度？嗱，重点就系你见到咧，成个 Dark Souls 2嘅主题就系失忆。
所有的 NPC 同你倾偈咧，佢都系发现自己系唔知点解嚟到呢个地方，所以咧其实 Dark Souls 2个重点咧就系唔记得。佢嗰两个总监咧就连成只 game 嗰个重点咧都系唔记得咗嘅。唉，点解我要留喺呢度啊？好啦，佢咧咁呢度我需要触发佢个任务，所以咧我要夹硬买1000蚊嘅嘢。咁啊，睇下有啲咩好买先。其实都佢啲 item 初期都比较废。咁啊，买个最实用嘅盾啦，银风筝型盾，1000蚊。唉，咁啊，迟啲咧佢就会变一变身嘅。我哋首先使1000蚊，跟住再使10000蚊咧，佢就会变身。咁啊，迟啲 reset 我哋再翻嚟，佢就会变到冇咁开心。然之后你再使10000蚊咧，佢成个人会变晒。咁上一集我哋拎到个住宅钥匙咧，咁啊主要就系开呢度渔物大宅嘅。咁上一集嗰、那个画地图嗰条友咧，就同我哋讲过咧，呢、这个渔物大宅嘅地底咧系有一个藏宝图，唔系藏宝图，有一个Dark Souls 2嘅地图。咁我都带大家落去睇一睇。咁另外呢度重点有一个key item 咧，就系呢个元素碎片啦。咁所以咧初期我哋都需要增加一下元素瓶上限，所以一定要过嚟。嗱，咁呢度咧就系、是、一个佢所讲嘅地图啦。咁我哋阵间先再翻过嚟睇。我哋而家睇到先啦，搞掂呢两条骨先，都几麻烦嘅呢个地方。睇下好劲嘅，其实呢度啲骨个伤害都几高。OK。是有啲危险嘅，我哋拎埋呢个先，元素碎片重点 item。另外咧，呢度有个叫做灵魂容器嘅 item。灵魂容器有咩用呢？其实佢就系攞嚟俾你重置点数嘅。我哋只要拎住呢个灵魂容器咧，去交俾嗰位叫做咩啊？老防火女啊，即系一线天森林。我哋第一集嗰位阿婆咧，咁就会帮我哋重置点数。假设你有啲乜嘢武器你想玩嘅话，而你点数唔够吓，你就可以去嗰度重置点数啦。咁咧，我哋睇一睇先。嗱，呢一个地图咧会随住我哋越玩得耐咧，就会点燃更加多嘅地方啦。当我哋去点齐咗某一啲重要嘅萤火咧，呢一个地图亦都会显现出嚟。咁呢一点呢个萤火呢我唔系好记得啊，我相信呢个萤火其实就係鱼物咁解。咁我哋遲啲去匀晒唔同地方呢，点匀晒呢就会越嚟越多。咁我都会喺遲啲嘅时间再返嚟俾大家睇一睇有啲咩唔同。OK 啦，咁交代完呢啲之后呢，我哋去攞埋今集我嘅重点武器。咁呢个火之长剑我就应该唔会再用㗎啦，因为盡量都话明玩啲敏捷武器嘛，咁俾大家睇一睇啊，玩啲咩武器。咁啊，今集喂真係中北屎喎，要拎两次先拎到啲嘢。短弓係啦，呢把就係我第二把 key item 啦。因为呢游戏初期呢，你都冇乜方法去叫做冇乜方法攞一啲比较进阶嘅武器。咁暂时初期我哋就用住呢一啲叫做见到就用嘅兵器啦吓。首先我哋强化我哋把匕首，咁啊重点强化一把得噶啦。咁啊侍形石碎片其实都唔系好够，咁啊我哋所以咧我哋依度一嚟我哋要买啲箭去方便我哋迟啲攻略嘅，买82飞应该都够。另外就再买多两粒都买唔到添，再强化一下武器啦。咁啊匕首加2，强化唔到啦，咁啊整埋把短弓。咁短弓咧，你见我而家力量系唔够拎呢把短弓啦。咁但系其实冇所谓，因为我哋短弓咧一定系相持嘅，所以佢嘅力量其实唔重要，我哋系会够力量啦吓。咁啊，初期暂时嚟到呢度先啦啊，都我哋会喺迟啲嘅集数用啲比较进阶啲嘅武器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加翻元素瓶先，同埋上一集拎咗只叫做贪婪蛇戒指啊，初期必备啊！呢只贪婪蛇戒指增加打，即系打到敌人之后增加灵魂量。我而家系严重唔够灵魂量啦，咁所以就一定要。我哋上一集同今集都攞咗元素碎片，咁啊继续拎佢强一强化。
诶，得一只啫，咁啊而家四块，啊阵间会再攞多一块元素碎片。咁啊，依度唔使传送啦，我哋正式出发咧。咁啊，其实咧依一个匕首咧唔要都得，我哋可以转一个叫做青之木盾啊，咁啊收埋喺后面。有啲样衰啊，有冇啲实用啲？青之木盾好似最实用，大皮盾但系就唔够力量。系啊，青之木盾应该系现阶段嚟讲，我能够拎到最实用嘅盾，因为佢其实有 85% 嘅物理防御力啦。咁基本上我都系睇物理防御啊，我睇其他防御就对于我嚟讲唔系好重要。咁啊，准备一切咧，我哋就而家去一个叫做海德巨火塔嘅地方。咁其实海德巨火塔呢个地方咧，算系成个 Dark Souls 2咧，叫做比较中立嘅地方嚟嘅。而佢可以讲嘅故事亦都唔多啊，因为咧嗰班阵间我哋会见到一啲好大型嘅青铜骑士咧，叫其实系叫做远古骑士。咁呢啲远古骑士咧，其实成只 game 都冇乜点讲过佢哋嘅故事，就连佢啲 item 咧都冇讲到底系点样，净系话佢好远古、好远古咁样，求其执落去就算。不过咧，这个海德巨火塔咧连接住之后嘅地方咧，一个叫麦港嘅地方咧，系我哋打完 boss 就会去到嗰个叫麦港嘅地方咧，就比较重要。咁但系驻守住呢度嘅一只 boss 咧，就叫做龙骑兵。咁啊，同嗰啲远古巨人冇乜关系嘅。但系咧，就好特别嘅，因为龙骑兵咧，你睇翻佢嘅灵魂咧，佢系写到明咧系凡克拉德国王呢啲手下嚟嘅。咁啊，就代表住其实今集嘅 boss 咧系有势力嘅，就系凡克拉德国王嘅势力啦。而喺即系佢作为凡克拉德国王嘅随从咧。咁佢系国王部队里面嘅精英嚟，咁点解国王要喺呢个咁嘅中立嘅地方，呢、這个咁嘅海德巨火塔去安置只龙骑兵喺度咧？咁其实佢都有个原因嘅，佢都唔系求其执喺度。咁阵间嘅时候咧，我哋再同大家讲。咁呢个啲青铜骑兵都你见到其实唔难打，我哋把匕首加二相持咁样打咧，都冇乜难度嘅。小心唔好啊！几阴湿嘅嘢，搞嚟一回大机，哇仲唔死啊？死仔包，好啦，咁啊，其实龙骑兵咧，有一个非常之外乡人嘅打法，咁而我喺以前嘅 gameplay 咧，我系有用过呢个外乡人打法嚟攻你呢只龙骑兵，就基本上你喺五秒内就可以搞掂嗰只龙骑兵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嘅 gameplay 咧就打得正规少少啦吓，俾大家。順便 show 俾大家，再見。喂呀，哇，小心啊！我都嗱，咁依只打死咗之後咧，佢會有嚿嘢伸出嚟。嗱，我哋見到拎翻個望遠鏡先。咁我今次用正規嘅打法咧，所以我就要拉個拉杆。如果你用唔正規嘅打法咧，就千祈唔好拉個拉杆。撳咗底。嗱，我哋前面依一個位咧，其實就係龍騎兵嘅地方啊。咁我哋望過去，其實佢已經企喺度噶啦。咁你見到咧，佢其實係一個鬥獸場嚟嘅，一個圓形啦。如果你跌落街就會死嘅。咁我哋咧拉一拉個拉杆，好啦。咁我哋再望翻埋佢咧，佢地下就會浮多一圈出嚟，就令到你冇咁容易跌落街嘅。咁稍後我哋打龍騎兵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廣闊嘅場所打。咁但係如果你玩一個唔正規嘅途徑咧，你絕對唔需要去拉個拉杆嘅嚇。OK， 咁啊，前面嗰啲怪我就skip 一 skip 先啦。咁咧我哋阵间去到麦港咧，再同大家讲一讲点解要有龙骑兵守住呢个地方。咁啊，其实个原因都好简单嘅，因为咧佢接驳住嗰个地方咧系有啲同国王嘅秘密有关的。我黐线啊，咁样打唔大范围。哇，咪住先，后面有啲怪嚟紧，唔好搞咁多。好，放响念嘢。哦，有啲拗撬啊吓。哦，龙骑兵系非常之易打噶啦，咁你加阔咗个场所，多啲位置俾你闪咧，其实都冇乜难度嘅。不过而家 I 飞唔够啦，你见我，唔知点解会俾佢打中咗啊，嗰下背。
本上佢啲攻击动作都比较慢。嗱，依下又系判定中咗，古古怪怪。嗱，依下又系中咗，因为你就打到我硬直啦，佢又冇硬直噶喎，好乸古怪噶喎。我再整个嘢 ，high frame 唔够，所以咧呢个就系适应性嘅问题啦。如果你适应性够嘅话咧，其实你唔会俾佢打中，再见。好，呢个就系正规攻略龙骑兵嘅方法啦。咁当然你可以唔拉拉杆打啦吓，咁你就会个能够闪嘅场所冇咁多。好啦，咁有啲怪你见到你已经冲晒入嚟咧，而我当我哋打完龙骑兵之后咧，后面有一只白色嘅骑士叫做雷德骑士，亦都会起身怼我哋。咁佢实头先咧其实守住咗宝箱啊，不过咧我就唔拎啦。嗰个宝箱咧叫做有一只叫做荆棘戒指嘅嘢，其实咧唔实用，咁所以我就唔特别拎啦。OK， 萬五靈魂啊！我哋陣間先再翻去繼續攻略先，因為有個修女，佢就係一啲聖職者嚟。My name is Lysia。我名叫做利素。I have come to spread the art of miracles, a practice of which I am a disciple。係為咗傳播呢份美妙嘅力量而嚟到呢度。奇蹟之力嘅美妙之處，深信你一定能夠體會。代價就係、是、啊，係啦，要睇下你心。其實咧，你由佢言語之間睇得出咧，佢好死貪錢嘅。I'd heard awful rumors about this place. 聽過依個地方嘅謠傳，冇諗到咧，居然係咁嘅地方。國王又唔喺度，有荒民直苗，真係令人心痛。I fear that by now, 一來，尋求我力量嘅人恐怕都冇多。Why did I come here? 你問我點解嚟呢度？Do I need any other reason than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miracles? My preceptor always said this art should be shared with the world, and such is my.Sometimes I fight the urge to pass. It is. 总之就系咁啦。Being out here all alone. 系啦。I expected this cathedral to be bustling. 呢度有间圣堂，嗱，呢度其实有个清教圣堂，我哋迟啲先再翻嚟吓。Without any goings on, 喺呢度都冇办法，我打算去。希望更多人购买，跟住即刻话啦。Sorry. 啊，唔系，系能够传授呢份力量啊。I expected this without any to a place. Sorry. 能够购买，嗱，你睇佢咧。Sorry，啊、你要傳授啊，就做義工啦、啊。你睇下佢收得幾貴，28,000俾嘅祈禱戒指嚟，佢唔係掠水。誒，同埋奇蹟咧，其實睇 Dark Souls 嘅世界，我其實覺得咧，因為其實 Dark Souls 咧，佢有三股力量啦，第一就係咒術，第二就係魔法，第三就係、是奇蹟。咁三樣嘅系統咧，其實都有個來源嘅。咁依一樣嘢我喺 Dark Souls 1已經講過噶啦。咁啊，略講一講啦。奇蹟就係信仰之力啦。就係、是、信仰住太陽國溫所發動嘅一啲力量出嚟，所以叫做奇蹟。咒術就係信奉伊澤里斯魔女操控嘅手中火焰所 發出嚟嘅一個力量。咁啊，而魔法咧就係、是、嚟自皮海姆或者係遠古國度烏拉直路嘅一啲研究出嚟嘅一啲嘢嚟嘅。所以咧，每一個系統都有佢嘅起源，但係你有冇發現咧啲远古骑士有啲奇怪，佢俾我打硬直咧，但系佢嗰个动作好似奇怪怪。你见佢头先咧扭个头扭得好快，点解会咁鬼样咧？咪有北屎啊只 game！ 唉，唔好理啊。咁啊，依度咧其实都依一个地方系一个中转站嚟嘅啫，就冇乜特别嘅，就接驳住密港嘅依个地方啦吓。咁我哋但系依度咧亦都有一个 key item 啊，就喺呢个。元素碎片，咁咧我哋上一集咧，我哋使咗成万几蚊咧，买咗一个叫怀念香木嘅嘢咧，就喺依度可以发挥佢嘅所长。行错路添，我哋去咗右边，拎咗右边嗰个 item 先。咁啊，依度有只唔知乜鬼嘅烂鬼骑士啦吓，中意打一打唔打一打啦，咁啊一下秒咗佢算啦。哇你老班点 Q 啊你先，再见。嗱，匕首嗰個 one hit 咧，那個 critical strike 啊，即嗰、那個背刺能力啊，係咪啊？反擊力係啦，反擊力係150嘅。你睇其他武器咧，係得100、120啊咁樣嘅。所以佢匕首係專貨你背刺同埋反擊。咁依個亦都係 key item 嚟啊，貴人骨灰。貴人骨灰咧有咩用咧？就係、是、俾你去加強你元素瓶嘅能力。咁即係類似Dark Souls 3嘅不死人遺骨咁樣。OK， 好啦，咁啊，其實咧頭先打嗰只龍騎兵咧，可以啪一啪佢嘅靈魂。
因為其實龍騎兵的靈魂呢我都不需要，但是今陣間我們去問講打那隻叫做放逐罪執行者呢，那個靈魂就會換到一把都幾強的敏捷類兵器。如果你是、想玩曲刀的話呢，你都應該要留住那個放逐罪執行者那個靈魂。这里都偏向移攻略，你见我拿把匕首都可以两刀搞定的。哇，这是真比怪围。哇 ,OK, 怀念香木呢就在这里用了。一些石化的怪物呢就可以用怀念香木呢令到它不要挡住条路。但是怀念香木呢在 Dark Souls 2其实都挺珍贵的，在指定的地方才要会有，所以呢谨慎选择、要用的时机啦。因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 item, 所以我一定要来过来。这一只就是一些巨象兵来的，是一些大型武当，你看它好像很劲，但是呢很鬼慢的动作。唉，不如用附魔打佢啦，有啲慢。挥盾嗰下比较重要。再见。元素碎片啦，依一个 key item 啦，咁我哋阵间咧又可以加强元素瓶啦。跟住依度咧有一个非常实用嘅装备啊，就系、是、呢个上级骑士全套。性价比极高啦，亦都系非常之有型嘅一套装备。咁但系咧，我今次嘅 gameplay 已经谂定咗用啲咩装备啦。因为咧，我其实玩 Dark Souls 咧，其实我系当佢 fashion shows 咁样玩嘅、啊、因为咧，防具对于我嚟讲都唔系重要，我中意配搭一啲比较靓仔靓女嘅 fashion, 所以咧。防具的性能对于我来讲呢，我只能够是说我视它如浮云而已。好啦，咁啊一路行一路行呢，接驳住嚟呢个地方啊，呢一个地方就是蜜港啦。咁不过我哋拎住两万灵魂都有啲牙烟呀，我哋花返去鱼蜜先。好啦，返返嚟鱼蜜。咁啊两万五灵魂。就首先呢，第一样嘢当然係继续强化把匕首。其实呢今集都要、用一用把弓，因为呢陣间蜜港嗰个地方都比较难打。咁啊一嚟买多少少箭啦，其实都够晒用。二嚟就再买埋啲成石碎片啦。使唔使买咁多？係买啦买啦买啦。强化武器。就匕首加三啦，咁啊整多个大碎片可以将佢变做加四。另外咧，短弓都系重要嘅。咁另外依把匕首加唔加都罢，不过就因为匕首咧，其实个最大问题就系佢嗰个叫做耐久度好低啊，得60嘅啫。咁咧通常你唔够功力一个地方，一系你就要用修理光粉，一系你就叫做用把士兵武器咧，咁我都有把士兵武器，就是火之长剑啦。即系 in case 我把匕首咧就嚟烂啦，咁我又冇元素，我又冇修理光粉喺身咧，咁我就可以用火之长剑顶一顶档。咁但系我都有把长弓，咁所以应该都够玩嘅。咁而家有几多啊？升一升咧啦，顺便都咁啊，其实可以主加敏捷，持久力加少少。生命力十啦，齐头靓仔啲啦，好冇？敏捷20，暂时系咁样。咁啊，其实而家加点我可以乱加都得嘅，因为有啲咩衣肉我拎住个灵魂容器去重置点数啊嘛。咁啊，头先讲噶啦，贵人骨灰可以添火嚟到加强你个元素瓶。咁咧，我哋玩咗两集，即系一集半啦，而家吓就已经有五个元素瓶再加一添啦。咁啊，其实都相当之理想。咁我哋翻去继续攻略呢个蜜港啦。好啦，我哋返返嚟蜜港呢个地方呢，就建议大家呢玩呢个地图呢，如果你真係初体验呢，点一点火把先。因为呢上面有啲四脚爬爬都几鬼麻烦。咁你如果有火把呢，就会成件事会
易打好多。好啦，密港系一个都几多怪、几密集嘅地方嚟，所以咧你攻略嘅时候咧，不论你系新手老手，其实你都要打得好小心，因为佢啲怪嘅密集程度系会打到你掹掹地。好，睇下行两步已经有一只，哇，冇颜值嘅其实。OK， 点一点火。小心咧，你见到咧呢度有啲海盗造型嘅怪啊，咁啊阵间再同大家讲呢啲咁嘅海盗系到底乜架科。呢度有好多怪，佢会 lock 咗后面嗰只咁智能嘅嗰个 lock 怪系统，好高智能。好啦，咁我哋继续上去啦，上面有一只。咁咧呢啲咁嘅海盗造型嘅怪物咧，其实就嚟呢个密港系有原因嘅。佢就同一個叫做跟住金閘有隻 boss 啊，叫做放逐罪執行者。咁呢個 boss 咧就同呢啲咁嘅海盜咧一齊過嚟幫凡克拉德王做嘢嘅。咁佢哋喺密港度做啲乜鬼嘢呢？就係、是負責運送一啲罪人或者受助咒者去一個叫做遺忘囚籠嘅地方。咁即係話咧，其實依、這個密港咧就係、是、遺忘囚籠同埋海德巨火塔之間嘅一個中轉站。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凡係受助咒嘅人咧，哦呢度小心啲先。哎呀，鬥射啊，爆你個頭 ！OK， 咁你見到咧下面有隻陰濕仔啊，睇唔睇到啊？呢度有隻陰濕仔嘅，射佢落街係啱啊！好唔好玩啊，小兄弟？繼續拎住個火把行先。OK。咁啊，凡系受助咒嘅人都会嚟到呢个多兰古雷格噶嘛，即系其实 Dark Souls 2嗰个主线咧，同呢个 Dark Souls 1咧系一模一样嘅，即系话Dark Souls 1嗰阵时就系话有黑暗之环嘅印记就会被吸引去罗德兰啦，而 Dark Souls 2咧就系讲紧有黑暗印记嘅人咧就会被吸引去多兰古雷格，其实基本上咧你都唔知系话佢系。是抄啊，定一话是叫做仿效 Dark Souls 1啦、啊。因为好多嘢都系好似照得出嚟咁，咁唔死啊，以为死 Q 咗啦。哎呀，哇咁死多怪啊，讲唔到故事啊，真。OK， 咁久而久之咧，你每逢有黑暗印记嘅人都会被吸引嚟呢个地方咧。咁就會變到有啲不死人，即係不死人 overload。你見到呢度已經係嘅，即係已經多到咁，即係個不死人嘅嚴嘅多嘅程度已經係嚴重到咁，好似都要爭啲講錯嘢，即係好似大陸嘅同胞咁多啊！嗰個嚴重程度。咁即係久而久之，成個多蘭古雷格嘅國度開始超載啊！太多啦，實在太多呢啲咁嘅人。所以咧，身為國王都要揾個方法咧，去叫做收納呢啲不死人嘅。咁其實佢用嗰個方法咧，就同 Dark Souls 1嗰個方法係一模一樣的。就係、是、哇，你唔好微鬼迴避啦嘛。佢所用嘅方法就係、是將啲不死人囚禁喺遺忘囚籠啦。咁 Dark Souls 1嗰陣時咧，就係將啲不死人困喺北方嘅不死院啊嘛。咁其實做法一樣嘅啫，只不過個名唔同咗啦。啊，咁即係冇唔係咁多個不死人都咁勁抽，好似我哋咁樣可以一路保持住人性，亦都保住條命去黃刀噶嘛。咁所以咧成為咗活屍嗰啲不死人落千萬咁樣。成為咗活屍嗰啲不死人咧，就會俾人運。即系运过嚟呢个遗忘囚笼嘅呢一个地方啦。咁活尸嗰个定义咧，其实我喺 Dark Souls 1系啦 ，Dark Souls 1咧，其实我已经有讲过呢个理论噶啦。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睇翻啦吓。咁简单啲嚟讲咧，其实即系冇晒斗志而又放弃目标嘅人，亦即系弃 game 嘅人，就代表住呢一只 game 嘅活尸。咁嗰班友系殺極都殺唔完噶嘛，你殺完又翻生，殺完又翻生，唯一能夠做嘅方法就係將佢哋流放海外，困喺遺忘囚籠或者困喺北方嘅不死院。啊，咁我哋陣間再講，因為我哋身後咧有一個 NPC 就叫做米勒嘅老卡提耶。What is it？ 有咩事啊
I don't know you. 我唔知你乜水，但系你唔好同我扯上关系啦。Things are better that way. 都系为你好嘅啫。唉，即系一个奇怪嘅人。Normally people keep a safe distance. 睇到我戴住个奇怪面具，你都唔怕，然之后喺度接近我。I'm called Luca Teal. 我名叫卢卡提耶。From the land of Mira to the far east. 我出生地唔喺呢度，我喺遥远嘅米勒，穿过山脉之后先至可以到。They say Drang Lake brims with powerful. 听讲呢度有灵魂嘅特殊力量，所以我嚟呢度去揾佢。What a strange place. 多难估虑噶，即系一个奇妙嘅地方。嗱，佢呢个卢卡提耶其实都印证咗咧，所有有印记嘅人咧，无论几远都好啦，都会嚟到呢个地方。You are an odd one indeed.你真係不可思議，我一度刻意避開其他人。你都咁樣黐埋你，我唔係太靚女啊。如果你旅行途中有需要嘅話，我都要幫你一臂之力。A land of knights. 米勒嘅國家係一個騎士嘅國家啦。好啦，咁啊，佢嗰個劇情就嚟到呢度，我哋會喺遲啲嘅地方咧，再遇翻佢。我唔小心整熄咗個火把，再點過先。呢度好麻烦嘅，就系咧，我因为我一定要将嗰个火把运到上去啊！如果我唔运到上去咧，我阵间打嗰啲咁嘅怪咧就好鬼麻烦，阵间就会 show 俾你睇系打咩怪。哇，又有，有冇咁多啊，大佬？嗱，咁啊，头先佢系呢度通出嚟嘅，系啦，卢卡提耶喺呢度 ，OK， 认翻啲路先。呢度系我冇开门，喂呀！阴湿嘅，好阴湿。吉你人，哇！一吉可以即死噶 ，OK 噶呢把匕首真系。啊，继续点火，我点着埋呢边都可以。咁咧，呢度其实有个法洛斯机关，但我就唔建议大家用啊，因为咧嗰个法洛斯机关就会令到呢个麦港咧光啲啊，但系变相就会令到啲怪咧难打咗啊，因为咧有啲怪咧就上面有啲怪咧系好怕火啊，但系如果你装咗法洛斯机关咧，上面啲怪就会唔再怕火，咁你会有个反效果喺度。先呢度系由上面落嚟啊，嗬，冇行错地方啊嘛，有啲。太耐冇玩咧，唔系好记得啲地方。点一点先，你见佢咧掉紧一啲，系啦，佢掉紧嗰啲咧，其实系油樽嚟啊。当你个身咧一中咗呢啲油樽之后咧，你行路会慢咗之余咧，你如果行近啲火度就会濑嘢。呢一度都做得几特别嘅。哦，火箭一嘢射埋去，哇，连米回避。OK， 我哋继续点火，继续行啦吓。咁啊，成个麦港嗰个剧情就系咁多啦，因为都系主要系讲紧将啲不死人吓咁样搞嘅啫，运嚟运去啦吓，因为不死人杀唔死啊嘛。咦？呢一度系冇隐藏墙壁噶，我唔系好记得啦。呢度冇特别嘅碑，系啦。OK， 咁我哋继续攻略啦吓，咁啊。呢度上去就系讲，就系会遇到我嗰啲好唔中意嗰啲怪物，样衰得嚟咧，好鬼麻烦。呢啲咪四脚爬爬，咁咧引一只过嚟先，因为呢度有好几只嘅。佢哋一见到火咧就会熬底啊，系嘛？惊啊，睇低啊，惊啊，咁佢就会大硬直噶，完全唔惊。咁你就完全唔需要怕佢，你睇佢，我惊到走啊，去边啊，醒弟，唔系惊啊。咁佢走入去嗰个屋度咧，依间屋就系成个麦港最难玩嘅地方。咁但系你有弓嘅话，亦都唔需要点样爬；有火亦都唔需要爬。因为咧一有火，佢就完全唔识打你，除非佢去到后期啦，去到佢差唔多冇血咧，佢就会发恶嘅。系呢只发恶啦，呢只发恶咧就点搞好啊？啊！佢教我，化学攞弓射佢啦，劲怕火你睇下，对火抗性亦都劲低啊！有弓嘅话其实都可以。咁呢度咧又要小心啊，有一只嘢会打破缝墙啊，开一开门，跟住褪后，跟住射佢。对于一啲技熟咗玩法嘅人嚟讲咧，呢一个地方都唔系问题嘅，好多只，好多只。
已经示范咗火把嗰个用处啦。咁啊，如果你唔用火把咧，用弓咧，好似我咁样玩咧，都唔系唔得嘅。就继续上啦。好似呢度已经清晒啦，上面仲有冇咧？仲有一只，我两只千百斤，吓死你咩？过嚟啊，契弟！怕你有麻咩？傻仔，收档啦！吓、啊，因为咧呢啲怪咧，你埋身打好麻烦噶，就算佢打你唔中咧，佢会有出血效果噶。咁你个出血效果一累积够咧，佢就会扣到你血噶。咁所以咧、就算你闪避能力再高都好啦，你俾佢拨一拨中，佢打唔中你咧，佢都会累积到嗰个出血噶。所以我都唔太建议大家近战打，除非你把武器好高攻击力，可以两刀搞掂佢，又会打到佢硬直咯。呢度咧有一个箱系有陷阱，建议大家咁样相持举住个盾咧就冇问题，就系、是、呢一个。啊，不过佢今次系毒啊，好 random 嘅，有时系有时唔系毒噶，有时系有时系箭嘅。哦，大家。冇玩過嗰啲咧，真係要小心啲。依度依把巨劍亦都係，如果你玩力量戰士啊，好似我以前嘅 gameplay 咁樣咧，依一把嘢係必用，因為極強嘅一把兵器，係 Dark Souls 兵器排行榜嘅唔知 number 幾啊？嚇，我心目中嘅 number one 啦，因為真係好勁啊！巨劍呢一樣嘢，好收檔啦！哎呀，想同我鬥射，有幾多彈咧？OK， 我哋上面咧就系、是拉响我哋嗰、那个，我天啊，仲有两只嘅，哦，哇，喺、阴湿喺嗰啲怪，上面就系咧将我哋麦秆波士拉近嘅一个地方啦。咁咧行到上嚟呢度咧，你会见到前面有架海盗船。又是望远镜的时候了，你看到这里有架船 OK， 那我们呢将这个拉杆呢，哦，附近没怪，安全了，地形环境安全，可以，它就会那个钟响了，钟响呢，它那架船呢就会开始着灯，跟着就会慢慢游过来。其实这一个画面呢，其实是代表着呢架船呢是往返这个麦港和往返这个往返麦港和遗忘囚笼之间呢去装住啲不死人啊，就是解决人口密度过高的嘢，即是不是解决个问题本身，是解决有问题的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一个就是政府做紧的事啊。我拍完这条 gameplay 呢应该就会被共产党睇中咗嘅，咁所以咧，如果我有啲咩事咧，啊，哇，好多怪啊，大佬！如果我有啲咩风吹草动咧，大家好好咁哀悼啊！我发现唔用火箭咧扣好少噶喎，你行近啲啊，契弟，飞你啊嘢！哇！几耐打啊，兄弟！诶，呢一只，我嚟试下打佢啦！小心小心你！嗱，呢一个就系累积出血伤害啦。咁不过都唔怕，我有嘅系超脱嘅技能，顶你啊！咁都睇到我，死落街！哦，咁然后你见到咧，呢一度有只契弟啊，因为契弟系啲刺客嚟啊，射落街再见。咁跟住咧，我哋就呢度沿路落去噶啦。咁啊，哇！呢只契弟又系烦嘅，呢只又系烦友嚟嘅。OK， 杀晒未啊？好似杀晒啦。咁啊，我哋行埋条 shortcut 嘅，啊，仲有架刺客，有刺客。天马近弹嚟，但系做乜屁啊？好，咁呢度咧，呢度要极小心，前面嗰啲罐咧会令你中毒嘅。咁你要点玩呢？就系、是、射到佢中毒，系啦，佢中咗后面啲弓，再见。咁呢度咧又准备把弓啦，有个隐藏墙壁喺呢个地方。
隱藏牆壁喺呢個地方，係打爆佢先，然後即刻換翻把弓射佢。好，好，搞掂。啊，因為攝影石碎片呢啲嘢咧，一定要用，一定要攞啊！初期嚟講，因為我今次嘅 gameplay 係太多嘢需要強化，唔嚟呢啲地方攞攝影石碎片咧。我在之後的情況我就要拆碎片，我不希望我要在個 gameplay 裡面要拆某些 item 這樣，所以一定要這樣做。那這裡呢怎麼做呢？射完爆啊，怎麼辦啊？飛刀啦，你小心一點，不要中到旁邊的罐，一中你就中毒。因為初期來說我們不夠錢去買那些毒台閃球啊，毒台閃球就是唯一一樣可以解毒的物品。因為 Dark Souls 2呢，毒這一樣狀態是很恐怖的，扣血是秒扣那麼滯的，扣瞬間跟你扣曬血都可以。你拍多少，你除非你滴石夠，如果唔係你都不要咁輕舉妄動。一中毒呢，初期來說都回天乏術的了。 OK， 這裡上面呢就會見到郭亞南，一個買賣武器的商人，就是法洛斯機關的一些矮人族啦，啊，巨人族啦，乜鬼嘢？Gavlan， 矮人族啊，應該係。Gavlan will Gavlan what Gavlan with Gavlan we Gavlan 賣嘢啦，咁啊呢度快放啦。咁啊 ，OK 啦，你將所有你唔要嘅 item 咧賣曬俾佢，其實就可以啊。因為咧，我哋能夠見呢個 Gavlan 嘅時間唔多啊，因為只能夠見佢兩次定三次，我都唔係好記得。佢只要一旦走咗咧，就冇得再揾佢。咁另外可以買啲好重要嘅嘢，就係毒箭啦。咁啊，依度只可以買廿飛嘅啫。咁毒箭都係一啲幾勁嘅嘢嚟。咁依度就可以買毒台閃球減類毒狀態，但係你見到啦，1500一個，好貴。咁啊，毒飛刀我哋遲啲都可能會玩，因為我玩刺客標啊嘛。咁你可以繼續同佢傾下嘢啊，即係好鬼廢講嘢，買乜屁啫，搞掂啦。啊，咁呢度可以開埋呢個 shortcut， 咁我哋就可以原路行翻落去。陣間嗱，你見到啦，匕首加四塊要壞了，幾鬼煩。咁啊，唯有換兵器啦，又係。其實火之長劍仲好，仲 easy， 係啦，打兩面都死啦，夠咗我打咩？同埋削銀能力高啲啊，距離又長啲啊。其實我特登去玩匕首嘅原因係因為想提高呢個 game 嗰個難度，因為有少少距離嘅武器，其實基本上你就會玩得好輕鬆咯。OK， 咁啊呢度背一背刺啊！哇，佢个契弟刺马噶！哇，你有冇睇到佢扣几多？都几鬼麻烦。咁啊，其实基本上咧，我哋所有 item 都攞晒咁滞噶啦，争呢度嗰个宝箱攞埋，咁你就可以落去开闯卡。OK。拎埋依旧系啦，咁啊，成个物港嗰功能都好仔细啊吓，希望大家都会满意。其实你哋觉得我拍 gameplay 需要有啲咩改进咧？你真系可以留个言，我都好欢迎接受大家意见。但因为我拍嘅 gameplay 有我嘅要求，我系希望可以俾新手睇到呢个 game 系点样玩，你唔好成日叫我玩啲好古怪嗰啲兵器咧，又话咩要一 level 爆机啊！我想从正规途径玩，我一 level 爆机唔系唔得，但我直播会玩俾大家睇咯。如果你真系想要啲古怪怪嘅嘢啊，咁样 ，OK， 呢度就系我讲紧嗰个法洛斯机关啊。如果你吓，想整到成个物港光啲嘅话，就可以过嚟呢个地方啦吓。咁我哋落咗嚟，一又上唔翻去，好乸麻烦。咁啊，个 shortcut 喺嗰边，好乸麻烦。哇，样样嘢都好乸麻烦。所以咧，我哋又要原路行 shortcut 翻过去先。咁啊，20000灵魂，其实打呢只咩放逐罪真或者五星咧都可以够抽嘅。咁但系
我把匕首坏咗啊，快坏了啊，我要翻去坐一坐萤火啊。咁既然坐得萤火，不如再翻鱼物升个 level 啦，好唔好啊？咁啊，呢度咧，因为沿路啲怪清晒啦，咁我哋都来去自如噶啦。咁啊，一路行翻上嚟呢个位咧，我哋可以沿住呢度落去咧，咁就大功告成，我又开埋 shortcut 翻一翻去，咁啊直冲打 boss 啊！先嗱，前面嗰条桥唔讲都唔知系 shortcut 啊！先，四周环境安全，走人，个 item 阵间先翻嚟拎啦，因为阵间啲怪又刷新噶啦，所以我呢度唔特别再打啦。天妈跟你刷乜屁嘢啊！好，原路走，原路走。OK， 呢度快放啦，唔俾大家睇咩啦。好啦，翻嚟鱼物啦，咁啊，换翻把匕首加四先。咁啊，跟住咧，其实我唔打想用盾，啲用嚟做乜鬼嘅？然后就睇先，强化唔强，强得化到啊？大碎片唔够啊，咁啊强化埋把匕首咯，把弓咧过渡式嘅啫，所以就暂时唔使住。不两把匕首加四其实都 OK， 但系算啦，我啲大碎片想留翻俾把旧匕首用。咁啊，而家呢个二刀流模式都 OK， 咁啊顺便有灵魂证，梗系升一升佢啦。敏捷其实都够啊，咁啊七力气先，适应性迅速就96，持久力再高啲都可以。咁啊，暂时系咁样。咁我哋解唔晒，可以去麦港摆入放逐罪執行者啦。好啦，正式攻略放逐罪執行者准备动作，都系芳香黏液噶啦，冇乜得拣啦。黑暗虫之其实都可以嘅，求拿奇啦。而家呢个伤害点会唔够抽啊？咁我哋完 shortcut 走。咁啊，沿途啲怪唔 Q 打啦，反正都系一 Q 样嘅啫。不过啲怪咧，即系追你九丈远嘅，所以自己小心啲啦吓。咁你沿途路上有 item 就执 item， 冇 item 就霸就。咪搞啦，人像的石，我话都好嘅。喺呢度走。咁咧右边咧，你会见到有条友系魔法师嚟嘅，但系因为我哋智力不足啦，而我唔系玩魔法镖咧，所以嗱右边望唔望到？有个白头佬喺度，唔好理佢啦，因为我哋冇必要啊，而家冇必要遇佢，佢会话你啊有啲才艺啊，但系唔系我中意个美啊，跟住就唔会俾任何嘢你，唔会睬你啊，唔俾你学魔法。這个船咧其实冇嘢好睇嘅啫，得啲怪打，所以我就直接去打 boss 啊。好，芳香黏液，唔好跟你啊啲怪。真系跟你老板，唔好叫你佢。黐乸线咩？激死我！有冇咁烦啊？差啲死啦！多火滚气咳啊，大佬！好，差啲死咗啊！系啦，放逐罪執行者，其实咧。佢话就话系 boss， 其实佢喺之后嘅情地方，我哋会再变翻佢，唔够气闪嘅，先太大意。嗱，咁咧你唔识打咧，好简单，利用中间条柱咧就好易打。利用中间条柱挡一挡咧就好易打。咁样怼我两嘢搞鬼错啊！都话避唔切咯，扁你一嘢，扁你两嘢。哇！呢把刀好长啊，小兄弟。哇！把刀好长啊，小兄弟。打得你吃力，因为匕首始终要埋到好近打。闪一睇。冇嘥咁多滴石先。哦，好啊。喂，弹刀。
冇咁长啊！你把刀，死仔包，我啲气都系回得好慢。其实呢只嘢最难打就系个地形问题，因为咧佢啲水咧阻住咗你行，令到你行得好鬼慢，咁就会有个难度喺度咯。So far so good 嘅，方逐罪执行者系灵魂噶嘛？呢个灵魂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佢换到一把非常之好用嘅曲刀。OK 啦，咁啊，其实咧，如果你哋想我玩枪兵咧，而家可以转，因为其实玩曲刀都系有啲无聊。咁啊，咒术之火同埋火球我都会迟啲会玩少少咒术啦吓。咁然后咧，我哋就搭船去遗忘囚笼啦，就系我讲紧困住不死人嗰个地方。咁点燃埋嗰边嗰个萤火咧，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其实呢啲过场咧，我好怀旧啊，感觉好耐冇睇呢啲过场。你睇下前面嗰座建筑物就系遗忘囚笼啦。OK， 鸟无人烟嘅地方，呢度望翻去好似望唔到物港啊！嗱，你睇下，好明显咧，佢系做唔到地图博地图，就系靠呢啲咁嘅电梯啊，吓呢啲咁嘅船啊，去博去下一个地图咧。你唔可以由行路嘅方式行过嚟呢个地方咧，就代表住佢根本嗰个地图连贯性系做差咗。因为你见到咧，就算嚟到维港头城咧，都有呢啲咁嘅海盗咧，就代表其实就系佢哋啱啱运完班不死人过嚟啦，咁我哋自愿性质咁样过嚟呢度俾佢运下先。好，又系电梯博电梯啦吓。嗱，下面有个 item 啊，要点样拎咧？我唔记得咗添，点拎啊？我唔记得咗，记得嘅留翻个言啦。嗰个 item 系咪现阶段未拎得定点鬼样？真系唔记得咗喎。我唔知道原来嗰度有个 item， 玩咗咁耐，哇！呢度氹氹夸，乜都冇啊，好似系咯。咁啊嚟到呢个叫遗忘囚笼嘅地方啦。咁咧呢度有个 item 令，咁常见果实定乜鬼嘢？可以增加防御，唔系增加嗰啲抗性啊！我从来都唔用啊呢啲咁嘅嘢。啊，点一点火，坐一坐火。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大家记得俾个 like 啊！多谢大家捧场，因为其实最近咧真系冇乜 game 玩，我先至拍翻 Dark Souls 2嘅啫。咁其实 in case 佢有啲咩新 game 玩咧，可能就会悠再先嘅。今日嚟到呢度，今集嚟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